天上师一位如法的金刚圣弟子，如果自己的根本上师传法时，是否不管如何都应当欣然的来受法呢？当然有这样的开许，就是希望大家都来受法，大家应该有渴慕求法的心啊。我们应该来演一演在释迦牟尼佛的婆罗门雪山苦行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在往昔我们做一棵假树，以后求法大家就好，我你这样传我这法，我就跳下来，这样给你吃我的身体，这样但来体验体验那种壮法的心。那当然，所以就是说有这种开许，希望大家都来受法，那就是很重要。那当然就是想方设法要来受法。我常常听说同修，因为我也是求法受法，到如今我还没有停止求法受法，也没有停止学习。那很多同修就是当在灌顶传法没有来，他那个理由讲出来啊，那都是自曝其短了。那说我多困难啊，那什么我就多麻烦，都是都我那个都是，我都觉得，就是后来你来补受这个法，对不对？就你前面那样的一个下劣的心态没有改之前，后来你补受了，你不会因此法得成就，不会。为什么？你就是必须前面那个下劣的心态已经改了，已经非常的要渴慕受持这个教法的时候，你后面再来补受法也是成就。你看到吗？法就是要断恶修善，净化自己的心。你前面还没有受法，就有很多下劣偏差不足、错误过患，就不重法了。后面来补受，那当然有的同修是真的就是要传法的时候，他真的就是不客前来，就人力无法抗拒，这都是可以体谅的。我是指那种啊，所以他要灌顶啦，要传法啦，他就要跑去玩了，啊，去约会啦，啊，去当人家的伴娘了，啊，要做一些世间五欲逸乐事啊，啊，因为那很好玩，很难得，不想是错过，反正我们在补情法就好，所以他就没来，对不对？这种错误下列的。这不重法的心态还没有改善之前，你后面再补受也不会因此法而得成就，这个是要注意的啊。那虽然我都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就一视同仁，但是那是你自己修学的问题，你自己要去关心。所以就重法实修，就净师重法实修这三个要件，你少一个就不会成就了。就是你要修学，就是要成就，就是把成就的要件告诉你。